凯云陪你守护全家再升级。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觉得这几年颈部特别容易酸，特别容易痛，而且很不舒服呢？就来看健保署的统计资料，低头催人老。跟着科技的进步，不管是20多年前大家开始用电脑啦，或者用手机等等，你看哦，可能你20岁或者大学毕业左右开始使用，看到没有？居然就在这个年龄层，50到59岁是在台湾这个颈椎椎间盘病变最高最高的年龄层，并不是说这个年龄层容易病变，而是因为大家使用习惯改变的关系，所以代表现代人这个年龄层都是特别容易颈椎病变的。那么光来看哦，那么2019年这一年就好了，因为椎间盘病变就医的人数更是突破了75万人。而最近大家很熟悉的艺人李明一呢，他就有这个状况，他的颈椎椎间盘呢换了4节的人工椎间盘，总共付了110万。脖子上挂着护颈，李明一写下觉得自己很帅。这个月初11月5号，他因为颈椎软骨出问题住院动手术，换了4个人工椎间盘。晒出颈椎 X 光片，可以清楚看到4个人工椎间盘，看起来像是英文字母 H 的形状，花了他110万元。但是最让他不满的是，手术前一天11月4号开刀新闻爆出之后，健保署才说明椎间盘从12月1号开始全额纳入健保给付，等于12月开刀能省下23万元。椎间盘跑出来了，然后压到神经。其实人工椎间盘9月份经药物拟定会议同意，每次申请一颗，以全额纳入健保给付。李明一质疑，已经讨论1-2年，为什么政府有这个政策却不早说？最不理解的重点就是11月4号开刀前一天，医生和医院竟然都还不知道，质疑是开刀消息曝光，健保署才公告。不过也有律师持不同看法，认为哪些医疗器材要补助，卫福部不会告诉民众，是怕有预期心理，本来应该要马上开刀的，为了要等健保补助而延误病情，万一没通过又要求国赔。反酸国家唯一做错的就是没给艺人特殊待遇，多花钱心情不美丽可以理解，但健保署也澄清，给付规定都会公布在官网上，给医师和民众做了解。好，我要问一下小熊维尼医师，你是骨科方面专家。李明一他换了4节的椎间盘，到底我们颈椎有几节？他换这样多不多啊？我们颈椎，我们来数数看啊，是第一颈椎，2、3、4、5、6、7，总共有7节颈椎。对，但是1、2节的颈椎，它的椎间盘并没有椎间盘，所以呢，我们的椎间盘就是有1、2、3、4、5，有5个椎间盘。好，所以这个椎间盘最常退化的是在我们的第4、第5、第6的这个颈椎的部分，所以只有5个椎间盘，他换了4个，算是严重的喽。如果说刚提到了，大家因为用手机各种低头原因不去理它，长期下来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大概就是容易产生一个颈椎的这个前后的关节的退化，当然李明一就是一个颈椎的这椎间盘的退化，它导致这个后面的神经受压迫，但是我们后面有一些小面关节，它也是会因为我们长期的往后仰或是往前弯曲的时候，导致这个地方受压力，它也会产生退化，然后周边里面的一些韧带它也会肥厚，也会导致神经的压迫。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颈椎它其实是一个在美国他们其实跟台湾也是一样，因为美国比我们更早，就是用3C，所以他们也是在50岁左右最常换人工椎间盘。哦，所以跟我们一样是落在这个族群。是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真的要特别注意，尤其这些年纪越来越大，就越容易出问题喽。是的。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平常都要特别的保护我们的颈椎哦。那我们的颈椎，因为其实它是从管到我们的下半身哦。如果说比较简单的，只是压到一条神经，可能是一边麻木嘛。如果是压迫到整个脊髓，可能都影响到下半身，可能会有一些大小便会受到影响的。好，那么如果以李明一的情况来说好了，因为才5个椎间盘，他换了4个，算是在当中换的非常多的。他提到一个原因，就是曾经出过车祸。出车祸大家不要小看，有时候轻轻追撞碰一下，其实影响很大。对，那李明一的状况有可能他们叫做甩鞭症候群，就像鞭子甩出去，像我们有时候不一定要追撞哦，可能只是紧急刹车，大家都很急，刹车的时候我们头会先往前甩，对，然后紧急停的时候再往后甩，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脖子会呈现一个 S 型的锥状这样子，那里面的椎间盘啊，还有韧带这些都会受到伤害。那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她就是开车在十字路口跟人家
撞到车子，可是他身上都没有伤哦。然后那去看 X 光也都没有事，可是开始呢，晚上睡觉就半夜就是每半个小时就起来尿尿一次。那这样因为这样一直尿尿，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然后其实我们车祸的时候身上会紧急收缩来保护我们身上的内脏，所以其实我们的肌肉就会全部的紧绷，那我们的交感神经就会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没有办法放松，所以这个状况就会导致你的睡眠受到影响。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脊髓如果受到伤害，它 X 光虽然看不出来，但是其实MRI 核磁共振可能就会发现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它就会造成它走路会像那个鸭子跟企鹅走路这样。哦，左右左右这样走吗？对，脚直直的，它肌肉没办法放松嘛，所以我们走路应该大腿啊、小腿、膝盖可以弯曲。好，正常是这样子嘛，我们这样子走。然后你说它的时候，它会变脚比较开，然后膝盖硬硬。这样吗？这样对，会比较这样走。哦，了解。好，那这种人注意一下哦，特别是注意一种游乐设施，就是像那个云霄飞车，因为云霄飞车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瞬间下去？对，然后还有那个自由落体，大怒神，对，这要小心，因为我们老师以前都说，哎，你这样你要小心哦，去那个可能玩玩就瘫痪了。哇，天哪，太恐怖了吧？对，还有小朋友有时候喜欢从后面这样吓人，推一下，对，那个都是很危险的。OK， 今天在我们现场呢有急诊科的医师哦，那么郭宪忠医师，郭医师，你们在临床上在急诊送过来的有没有这种出车？或什么伤到颈椎的状况？非常多。这个自从安全帽开始实施之后啊，以前头部外伤直接就挂了嘛，可是现在有安全帽做预防之后啊，那车祸之后头部保护住了，可是颈椎啊反而多了一颗安全帽的重量，甩鞭的效果更大，所以颈椎受伤更多，而且就瘫痪掉。曾经我有在这个我在花莲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这个机车骑士酒驾，然后在路边就车祸，躺在路边三天了。那救护车去接他的时候，发现他头部一个很大的撕裂伤，里面都长蛆了，你知道吗？好可怕。那他送到这个救护车上来的时候，他就讲说：“哎，我救护车上有电，有电。”我说很奇怪，救护车上怎么会有电？啊，后来我们就懂了啦，因为在搬运的过程中啊，可能又造成了一次伤害，所以他整个电下去，那个神经受到很快的压迫之后，就整个电下去。嗯，哦，所以他就造成二次伤害，本来手还可以举的，后来就不能举了，这样。嗯哼，就变成四肢瘫痪。OK， 所以车祸的还有哪一些你在临床上看到伤到颈椎？还有就是高速坠楼的，还有脚踏车下坡的时候翻车，有没有？哇，这真的很容易耶，一刹车就翻滚啊，然后脖子就受伤了，就瘫痪掉了。还有那个练拉拉队是不是？拉拉队也有，拉拉队高空翻滚的时候啊，体操选手啊，很多都有。像有很多的这个体操的高难度的动作，现在都被奥运禁止了，就是因为太危险了。嗯哼，好，刚看到李明一的状况哦，他居然五个椎间盘换了四个，当然对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才会去动这么大的手术，而且他自费了110万元。那到底我们的颈椎总共七节嘛？哎，我们知道颈椎如果真的受伤的话，全身是会瘫痪的哦。是的。好，他每一节管哪些地方？李明他一开始说他是有点麻，然后麻到背上，或者还有哪一些警讯？那我们的颈椎其实就是总共有七节。嗯，那我们最常退化的大概就是四五，所以一般很多病人来都是会说我们的这个第四节跟第五节，就是后背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的肩膀往下到拇指的地方是第六颈椎，这四四五六这边产生神经的压迫。那我们比较简单的技法就是往前大概是第四，抬起来是第四颈椎管的，然后往外的话，等一下，所以你说抬起来如果会麻或痛吗？这代表抬起来无力的话是无力，这是运动的部分，这是运动的部分，是属于抬起来会无力。观众朋友现在赶快跟着做哦，抬到平跟这个肩膀一样高的地方，第四颈椎，是，这是第四节，第五颈椎是往外。哎，要重新吗？还是直接移过去？不，就是重新抬，你从抬起来抬不起来或无力，好，是两对最常见，我们可以两边比。一边就无力，那边代表那边的这个第五节的颈神经受压迫。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六，就是手肘弯曲，弯而已，要不要出力？要，我们会检查的时候，医生会跟病人对抗，看他弯曲的力量。什么意思？所谓对抗？就是说我会去握你的手腕，然后让你用力的要往这是弯曲，然后我们要用力，这个就是没问题的啊，如果一拉，它就是放松了，而两边不一样的时候，就要怀疑它这个第六的颈神经受压迫。第七的话是伸直，伸直，伸直不就是还好，就算没力也看不出来啊，会吗？会，就是它会没有办法用力的这个伸出来，但
伸直比较难发现，因为我们身体自然而然就会伸直，就会下垂，对。啊，所以比较容易发现的是弯曲，伸直不容易发现。哦。那另外第八的颈层就是拇指翘起来的能力会比较弱一点。哦。要比赞，比好棒的时候比不出来，嗯，它会比较没力，是不是？对，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运动无力。所以大部分人最后都要回过来，就是看他哪边麻。是，就像我们的大拇指沿着手背一直麻到我们的肩膀的地方是第六颈神经，然后第七的话就是我们的第二指跟中指。对。然后我们的第八的话是我们的第四指跟第五指。好，那这个是大家在表征上面，但是它到底管哪一些地方？既然都只跟手有关，为什么会造成全身瘫痪？而且你刚刚说大小便也会失禁。哎，主要是我们的脊椎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它其实是从我们的脑部一直延伸下来，所以其实所有的神经都要经过我们的颈椎，再往下到胸椎管脏器，然后到下肢管我们的脚的走路，还有大小便。对。那我们一般而言常讲说是颈椎去压迫，这是属于讲到我们的这脊椎症候群里面的这个神经根症候群，只有压迫到单一的神经根。那如果是压迫到脊椎，到脊髓类，就是说我们压迫到我们的脊髓的中间，那脊髓中间就是我们从下肢神经一直往上回传感觉，那运动是从大脑一直往下传，所以压迫到这些地方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下半身的部分的运动，还有大小便的功能，等于根本完全没办法传导就对了。是的。好，那现在因为大家低头比较多，而且刚刚提到了，骑摩托车就是得戴安全帽嘛，所以呢，现在变成大家颈部压力比较大一点，常睡起来就觉得酸酸啊，痛痛啊，这个时候到底我们可以注意些什么？事实上，我们都以为我们的结构是睡歪的。但其实是在你睡觉前醒着的时候就已经歪了，包括说刚刚讲的这些劳损啊，还有这些外伤啊。嗯，那我们常常有患者说他花了几十万找不到一个好的枕头，事实上他是没有一个好的脖子。嗯，所以在治疗结构哈，跟是挑选寝具其实同样重要的，可能结构都要先治疗。但是在治疗前睡觉应该怎么睡呢？嗯，大家知道饭店有两颗枕头是做什么用的吗？想说是不是让大家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垫在背后坐着吗？是这样吗？对，看我们在那个看电视时垫在骨盆后面，的确可以减少腰椎的压力。但是睡觉的时候它其实是这样子用的。哦，怎么用？首先，我们在睡觉时都习惯是我们全身躺平嘛，脚是打直的睡。但其实这个时候脊椎其实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这时候另一颗枕头是这样子用的。哦。对，在我们做在膝盖底下，是的，在做一些伤科的治疗时，膝盖底下垫枕头，其实腰跟颈椎它的压力反而最小，因为让我们脊椎产生压力，主要第一来自于肠胃肚子的部分，第二脚踝小腿，让这两个地方是弯曲放松的，颈椎的压迫就少了哈。哦，黄医师，那我有问题，因为我们曾经教过观众朋友在膝盖下方垫，但是我们是说啊，毛巾卷一卷，倒没有垫这么高，到底那个垫的高度是真的塞一颗枕头，高低有没有关系？其实高低只要让它不要再打直的状态就可以了。哦，这些拉扯其实在直的时候它比较传递的上去。能够微弯其实就 OK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本腰有的人贴不到床的，他也比较难贴到床，脊椎是这时是放松的。可是有的人我们不是平躺，他是喜欢侧睡嘛，侧睡的时候，在一个我们有受伤的情况哈，紧绷的情况，它会什么影响呢？我们看两个肩膀，我们画一条轴线好了。现在肩膀的左肩右肩的轴线跟我们骨盆左边右边的这个轴线一量，你会发现它是有一个旋转的。这个旋转其实也意味着你的脊椎也是像扭毛巾一样是旋转的，都会拧出水来的那种。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第二颗枕头也是这样子用的，在你的膝盖中间夹一颗枕头时，你会发现上面的这个膝盖被抬起来时，骨盆的角度也比较回正，它与肩膀的这个关的角度呢就比较不会有一个旋转。是，所以厚薄其实也是用这样算，看有的人体型大小骨盆宽窄去挑一个枕头，是刚好可以让你的骨盆跟肩带是接近平行的状态，对，高度刚刚好。好，所以那个枕头要多少、多厚、多薄，是看我们在骨盆那一条线跟在肩膀那一条线而定就对了。有时候先生的跟太太用的，它就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是在睡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哦，很简单，大家就可以做。家里头的小抱枕拿来垫在，如果你平躺垫在膝盖下，侧睡的话就是夹在膝盖中间，这样对大家的颈椎、腰椎都会比较好。广告之后来看哦，低头对于我们有这么多的伤害，那仰头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所谓美容。美容院症候群是什么？马上回来。
起你的手机来看一下，你平常到底看手机的姿势还有位置是怎么样？哎，你可能是这样看啊，这样子滑来滑去等等的，没有想到位置不同，不管放在这里、放在这边或放在这里，哎，对你的颈部影响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头部的重量，如果以五公斤来算的话，它大概是你体重的大概多少？8.2，八左右哈。哦，体重的8%左右啊。好，如果是直直的，你拿高一点的话，哎，这个时候呢，它的倾斜角度是零，它受的压力也最小。不过你看哦，倾斜角度30的时候，头往下低，搭在滑手机的过程当中，压力你看增加了3倍多哎。如果以这边数字来看，如果你放得更低，有时候老板在开会，你在下面偷偷看这样子，这个时候哇，压力增加到几乎是5倍多。如果以5跟27公斤来看的话，这个是低头的部分。另一个部分是仰头，其实仰头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也常见，有没有？骑脚踏车，你头必须要往上，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往上仰呢？而且很多人买东西以为自己是落枕，颈部不舒服，根本不是。对啊，因为前一阵子那个双11有没有，大家都疯狂购物。那大家看那个是那个前两年那个超商的照片，那个物流全部都塞得满满，挤爆了，每个人的家里管理室也是都是爆炸。那有一个个案呢，就是一个物流先生，他2年前就开始觉得脖子怪怪的，常常会有那种落枕的感觉。那一般人的处置就是说我们按摩一下，可能是太累了，或者是说就药房买个止痛药止痛一下，肌肉松弛剂，现在大家都很会自己开药。好，那可是他就一直这样子处理，可是越来越来，他就觉得搬东西越来越没有力。他很想说是不是肌腱炎啊，手没有力。可是肌腱炎跟那个颈椎受伤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肌腱炎会疼，肌肉会疼痛，可是他并没有疼痛。那他最明显就是他开始发现左边的手开始比较越来越小，比右边还小。那可能我们大家就会说，那我右手是惯用手啊，左手本来就比较小，不是哦，他是左手会越来越无力，而且越来越小，就像刚主任提到的一样。对，那他不得已才去看医生，那他就问我说，那怎么办？我说你这个好像有点怪怪，可能颈椎有伤，还有请他就是说去照个 MRI 核磁共振或是 X 光去确认一下。结果我发现他的颈椎的第7节、第8节都长期这样子摩擦长了骨刺，所以就压迫到神经的第6节、第7节，所以他的手其实就是无力跟麻。那第6、第7最明显的，刚刚王医师有说肌肉力量就是这个弯曲，这个负重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当搬东西觉得有困难，两手的力气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出状况了。小生维尼医师，你刚告诉我们手麻或者出一些动作，对观众朋友来讲非常实用哦。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如果以仰头来讲，什么感觉可能也不对劲喽？那仰头的话，大概有些我们常常会有人说我们的肩颈会酸痛，往后仰，比如说骑脚踏车，像刚刚那个图，骑脚踏车头上仰，那我们大概就是后面这些面关，这些脊椎跟脊椎的关节受压迫比较会痛，局部的痛，但是它不会产生眩晕啊，或者是走路不稳。但是如果说我们往后仰，比如说像有些在国外啊跟台湾都有一些案例，就是洗完头发之后它往后仰。到美容院洗头，躺着很舒服啊，对啊，很舒服啊。要起身的时候走起来，怎么走路会不稳，会晃，平衡感不好，那眼睛好像觉得好像看不太清楚啊。这时候就奇怪，他怎么就是以为这是不是中风了？然后来就送到急诊室去啊。急诊室医生说，到急诊室他也不晕了，也不吐了啊。其实这个是因为他的后面的颈动脉受到压迫，然后这种跟我们后面的那个局部的疼痛是不一样，它会合并的就是我们的恶心、呕吐、口齿不清、走路不稳啊，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呢，他这个吞咽会有困难哦。那眼睛会看东西会有复视，这因为我们这个颈动脉它其实是大概占了我们的那个脑部的血液供应的25%，它供应我们的小脑跟我们的脑干还有丘脑跟颞叶，所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吞咽啊、视觉啊，所以这个受到压迫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些叫做颈动脉的这个症候群哦。那所以它跟一般的这个颈部的疼痛不一样，颈部疼痛可以明显的摸到一些局部的疼痛，但是它不会伴随这些恶心、呕吐、复视的情形。如果这种情形的时候，就一定要小心了。最明显就是现在可以大家仰头看看吗？我们大概仰头超过20度哈，20度就可以了。好像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就在家里要修灯泡哦。如果你修灯泡的时候，
会晕哦，快掉下来的感觉，那个要小心的，这可能你的对我们的椎动，像我这种就是有三高的人，我们的椎动脉就是已经有一点点狭窄的，那在仰头就会压迫循环，受到影响会更大哈。所以就是平常如果去洗头，说要提醒我们帮我们洗头发的理发师啊，稍微垫高一点，垫后脑勺，不要那么后仰。哦，自己洗头的时候，有些人会喜欢低头，但是有些人会喜欢仰头，嗯，这时候也要避免这个仰头洗头的一个姿势。OK， 美容院症候群，大家在躺着洗的时候觉得好舒服哦，但其实我们的颈椎是呈现一个后仰、很压迫的情况，你看这样就压到了后面，所以如果你现在轻轻的抬头，觉得有点晕的话，状况就很大了。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讲的洗头，因为很多人觉得啊，我又没有去美容院，还有哪一些人要注意？其实，在颈椎哈，我们要小心。颈椎的那个压迫，有时候它不是凶手，它可能也是一种受害者。我举一个案例，因为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国内知名的一个职篮球队的经理，他本身也是非常喜欢打篮球，很热爱篮球的一个人。但他某一天呢，发现他脖子只要一转动，像那个王医师讲的，一转动一动，手就电到。虽然骨科医师跟神经外科医师也都检查出来，这个起疑现在的手术去治疗其实就很好了，那效果是值得满意的。可是呢，治疗过后，可像篮球这样子这种比较会碰撞的运动，可能就要尽量避免了，因为毕竟有没有手术过，所以其实这也是很多人他会顾虑的，就让我们这样不能打热爱的篮球怎么办？而且你看投篮，我们一样是仰头，一样是仰头啊，是，因为不断的仰头，篮筐就这么高，对，没有错哈。所以他其实也是很犹豫了很久哈，那一直到介绍到我门诊的时候，我才发现，因为我们人体是很整体的。颈椎的这个筋膜其实一路是走到脚踝的，我发现它其实是脚踝多年的这种旧伤，打篮球很容易脚拐到嘛，那反复的扭伤之后呢，借由这样长期从脚踝一直往上扭到脖子产生的压迫，而进而让它的颈部产生了一些压力。虽然说要检查出的确椎间盘是有突出的这个事实，可是压力来源是在它的脚踝上，所以我是帮他做了处理他的脚踝之后，哎，竟然他的颈椎竟然就改善了，至今追踪了已经三年了，是没有复发。所以这最后是要提醒说，颈椎开始有压迫，这是事实。对，但是这个颈椎压迫可能不只是颈椎的问题，除非是有外伤，可能在我们的手脚骨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地方，都会对颈椎有影响。OK， 所以都是不能轻忽的。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哎，以洗头来讲好了，医生你说，如果到美容院洗头，记得要带一颗苹果，这什么意思啊？当然不是把它吃掉，好，那是要贿赂帮我们洗头的小姐吗？为什么要带一颗苹果嘞？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洗头好了。大部分有时候我们会在家里洗头，对不对？对。家里洗头的时候，大部分哦，大家就是这样子。没错。哦，弯腰洗。好，大家注意一下哦，站姿前弯这个动作，其实从骨盆、屈腰、椎一路到脖子到头，都是处于一个极度弯曲的状态。这个状态其实会造成椎间盘很大的压力，很容易造成椎间盘突出。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血液。对，整个往下冲的话，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如果本来已经很狭窄，它就很容易爆发破裂性的脑中风。那另外，当我们这样前弯的时候，我们的脚如果长期，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坐姿坐得很久，后面的筋其实很紧，然后我们前弯的时候，这个压力会把我们的脊椎拉得更紧，那容易让我们后纵韧带后面有个大大的韧带会长期加压会变厚，那也会压迫到我们中枢神经。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往前弯来洗头嘛？对，那大家说那我怎么在家洗头啊？对啊，那刚刚主任又说我们往后仰这样冲。哦，那简单啊，大家是不是家里都有那个花洒跟莲蓬头？哦，你们家比较高级一点。你说直接站着直直的，对，站着洗，或者是莲蓬头拿着也可以。因为我们站着洗的话，其实我们站立的位置，大家看一下，站立位置其实比弯的位置，脊椎压力会减少至少50%以上。那因为我们站立的时候，骨盆是处于立正的状态，那下。这样一栋高楼盖下去，我们地基如果是正的，我们的脖子的压力在颈椎就会少非常多。这样洗也可以啊，眼睛要闭起来就对了。对对对，就会满头满脸，但是对你的颈椎是好的。那到底苹果嘞？苹果哦，待会用。那有些人像有男生跟我讲说，我们早上其实很忙，我没有办法洗澡，我就只是在洗水台，对，刷牙就洗了。那大家注意一下，不论你刷牙还是洗头的话，请前面放一个小板凳。为什么？我们小板凳立起来，虽然我是弯腰，可是立起来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骨盆就是卡住，卡在站立位置，也可以减少颈椎的压力。OK。那去美容院洗头，那我们有时候就是要
一些特殊场合怎么办？苹果只是示意说啊，我们这苹果就像一个拳头这样，因为我们如果颈椎后仰受压力太大，我们在前面下巴感觉好像含一颗苹果在这里，那我们的后脑勺这边就会是拉长的，拉长的，我们这样躺着就会减少它的压力哦。那如果当然你不可能带苹果去美容院，那我们可以请那个店家准备毛巾，就刚刚主任讲的，对，那对毛巾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我们把它卷起来，那个含在这个下巴这里再躺下去，对，不是把头垫高，你是放在这里提醒自己啊，垫高也是有可以，就是我们把它卷成一个长条状，然后我们从后面呢就绑像飞机枕这样子绑起来，我懂了，枕在这个后脑勺这个交界处，这样子用橡皮圈绑起来 ，OK， 这样也很轻松，这样也可以减少。好，我们今天道具很多，其实在现场呢，这个不是老师要来打人啦，我们请郭医师来教大家一下。你说平常我们用就是如果常脖子不舒服的话，用这个健走章，或家里头有这种，比方说吐塞那类啦哈，然后家里头不要那么大的电工哦。扫把坏掉了，可以做一些简单保护我们颈椎的动作。对对对对，我们用健走杖哈来帮助做预防的动作哈，尤其是刚刚讲了很多治疗啊，很多这个受伤的悲惨状况，其实预防是最重要的。我们用两根棍子就可以做来帮助我们做很多预防的动作哈。那我们来一起来做试试看哈。刚才讲哈，要先检查活动的范围嘛，所以我们站挺胸之后，然后健走杖放在下面，好。然后我们头去看我们的健走杖，自己头自己动哦，然后慢慢的手举起来，眼睛看着健走杖慢慢上来，动作一定要慢哦，不能很快哦。上来之后，哦，如果你会晕眩啊，会有刚才讲的这个颈动脉症候群的，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恶心呕吐啊，那就不要做。如果可以的话呢，手到右边去，头也转到右边去，因为是自己动，所以非常安全，然后再上来，这招叫做抬头望月。眼睛看着它慢慢下来，慢慢下来，上半身保持挺直，只有脖子动而已，慢慢的下来。记得动作要慢哈，动作慢你才有办法能够来放松。如果你很快很紧张的话，就反而会变得非常紧张。好，那这个上来之后，你刚刚有一个往右，或者是往左，对，为什么？这个是就刚好是往上、往左、往右。哦，等于借着这个动作帮我们的脖子做一个活动，也顺便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范围是不是有问题。是哦，如果有问题的话，可能就要去找医生，或是刚讲的，如果有晕眩的话，哦，因为这个到急诊室来可能看不出来，因为你仰头的时候有压迫，但是回来的时候就没有压迫，所以在急诊室看不太出来啊，症状也都解除了。好，那再来就是很常见，就是我们要判断是不是有这个神经根的问题，是神经的问题呢，还是肌肉的问题，还是血管的问题？哦，那神经的问题就像刚刚讲的甩鞭症候群，他可能会手指会麻麻的，上半身这个手会紧，有时候我们会叫他侧着头稍微压一下，哎呦就垫出去了，哇，那就不要乱动。OK。他如果是只是脊椎，如果只是这个神经这个肌肉方面的问题的话，有一个叫做筋膜症候群啊，有阿是穴，压压压压压按摩一下，有个点哇，就是那边压了之后好舒服啊，也有可能是好痛，就是那个叫做阿是穴。可是按摩要注意前面不要按，因为前面是有大动脉颈动脉，你这样按一按之后，可能就会这个造成血栓的脱落，就变成中风。那所以我们用健走杖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做这个按摩，很棒哦。来，我们抬起来，叫做杯剑式，放在背后，放在背后。好，来大家看一下，放在背后这个地方，哦，刚好在我们的肩胛骨跟脊椎的中间这个地方。哇，这不求人呢，这个按摩不求人，非常舒服啊。是，有没有很像大侠在背一把剑？哎，真的，我觉得还不错。好，我们郭医师的绰号就叫郭大侠，大家一定要把它记起来。急诊室医师待会还有很多这有趣的动作要教大家。广告之后来看，我们在这个颈椎啊，有所谓的黄金三角，怎么样稳定它，让你的颈椎更不容易受伤？马上回来。低头多，仰头也多，而且戴安全帽，颈部的压迫特别严重，这个时候稳定你的黄金三角就可以让你的脖子比较不容易受伤，前面的椎间盘，中间的小面关节，还有后面的周围韧带。那其实我们的颈椎，它的就是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我们后面的小面关节跟周边的韧带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刚有提到是我们的椎动脉可能不能太后仰，会压迫到，但事实上我们的颈椎往前
过度往前、过度往后都是会伤害的。所以其实我们要保护这些黄金三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永不低头。永不低头，就是不认输的意思吗？不认输的意思。第一个，我们的颈椎不认输哦。而且像我这种头很大的，就是可能就不是五公斤，可能是十公斤。然后像奕馨是长头发的，那如果洗头发的时候，这个重量会很重哦。所以我们不管是洗澡或是平常的时候，要记得可以抬头。挺胸缩小腹，因为刚刚我们黄医师跟奕馨有提到，就是我们的筋膜会很紧，所以记得抬头挺胸缩小腹，让我们筋膜维持一个平衡。嗯，然后呢，收下巴收回来，就有点像宪兵一样，两眼直视前方哈。这时候我们常常提叫病人练习，这个时候病人就会这样子很紧绷，这样反而会让肩膀会很紧，所以就抬头挺胸缩下巴。如果不晓得怎么维持平衡，就是后脑勺贴着墙壁。我们的后背贴着墙壁，屁股贴着墙壁，这时候自然的放松，然后把下巴放下来。那平常还可以做一些往右放松，往左放松哈，左耳贴左肩，右耳贴右肩，然后轻轻的转动，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记得避免过度往前仰跟过度往后。哦，这时候就是要记得说维持这个黄金三角很重要的姿势。那为什么维持它的这个强健，然后对我们的颈部比较不会出问题？因为第一个，我们维持它的强健，第一个前面的椎间盘太往前的时候，它会往后凸。然后我们太好往后仰的时候，除了会压迫到我们的椎动脉以外，我们的面关节会受压力比较大，所以把它维持住哦。像刚刚我们有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为什么四五十岁最近这么常发生颈椎的问题，主要就是他的姿势不对了，然后导致这些地方提早退化了。所以我们要强化它，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伤害它。那我们这些错误的姿势就会造成它的伤害，所以保护它就可以强化它，当然可以维持正。所以很简单嘞，这个稳定黄金三角，大家以为要做什么很多的动作，没有，你就是把头靠在墙上，肩膀靠在墙上，屁股靠在墙上，放轻松，然后头不要往前哦，下巴往回收一下，这样站要站多久就可以让大家比较稳定？我通常会像有现在其实这个颈椎症候群已经不是四五十岁了，我们常常来看的是小学六年级。他们打电动打得久啊，因为妈妈说他有时候很吵，都给他一台平板。那我有时候小朋友来我的门诊的时候都在看平板。那有些来就说，妈妈说，他最近都说脖子痛。对啊，我说你要把平板收起来啊，是，因为他老是低头。所以变成家里头小朋友，其实也我们要盯着他。对，我想未来这个颈椎的病变可能会提早到三四十了。靠着墙站大概站多久？哦，原则上平常哦就可以站大概5到10分钟。其实像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其实就是中间可能起来喝个茶，然后是，或者是到茶水间就记得靠在茶水间的墙壁站一下。顺便喝个茶，休息一下，让我们的颈部放松。好，不是被罚站了，是我们自己要让我们的黄金三角更强健。而且奕馨这个比喻还蛮有趣，你特别找了这两只狗狗告诉大家重要性。对，那其实一个很重要观念就是，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我们会发现维持这个骨头还有这种韧带这种被动性的组织，它的稳定呢，其实不是靠骨头的本身，而是靠它包在外面的皮筋系统。那病患都会问什么叫皮筋系统，它就是橡皮筋咯，橡皮筋就是皮肤跟筋膜的意思。那大家看一下，橡皮筋是这样子，它是不是有超大的弹性，这样 QQ 的。那大家就会看，我就跟病人说，你看那个沙皮狗是不是都皱皱的，它的皮筋就是这样皱皱的，没有弹性。可是大家现在路上会看很多柴犬，不论是年轻的还是老的，它每一只都是非常的精实，那它的皮筋系统就是非常的 Q 弹。所以我们真正要维持我们骨头关键的能力，就是我们的皮筋系统要非常的强健。那这个不是只是训练一块一块独立的肌肉，而是要训练整体的筋膜。那我们像门诊有一个很老的阿嬷，已经70几了，他不是沙皮狗，他是柴犬。那为什么？所以这个跟年龄没有直接关系，而是那个阿嬷他从小时候他就是做田的，他在做农的，所以他的肌肉啊骨骼，对，肌肉他常在训练，所以都比较的 Q 弹，所以他的其实他没有什么骨刺，因为他的骨骼都得到很好的支撑。那即使他老了以后，他的骨质其实已经疏松了，他的骨质密度只有-3而已，哇，可是他从来不骨折。那所以就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培养这种皮筋系统的。那你都怎么做？就是像主任刚讲的，我们站在墙上吗？好，我们刚刚那个主任的版本还有更进阶版。进阶版？进阶版就是大家应该有看过人家跳芭蕾舞。芭蕾舞是这样，我们刚刚主任说要站好，对不对？对。
我们站好以后，那我们把脚呢，摆成 Y 字形。嗯。就是跳芭蕾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子，很优雅。嗯，那注意一下，我们的皮筋系统从脚底一直到头顶，所以呢，我们要尽量把脚跟黏在一起，然后呢，屁股夹紧。嗯，屁股夹紧。那骨盆呢，不要向前倾，把它立正，收小腹，然后一样呢，下巴微收，然后呢，肩膀沉下来。好，然后呢，真的要跳芭蕾啦，踮脚，踮脚，注意哦，凯韵，你的脚跟黏在一起，脚跟。大腿、小腿整个并拢，不要有缝隙，然后踩在大拇哥上面。哦，踩在大拇哥，然后吸气、吐气来捞起来。哦，超美的，对不对？是不是就长高？你有没有很有感觉？从脚底一直到核心上。我觉得这对啦，像我没有常常这样垫，重心会有点往前。对，可是当大家练久了，应该就可以。对，你一定要把屁股夹紧。女生很多这个地方就是缺乏训练，我们的臀大肌是把它夹紧的话，可以。整个训练到核心，然后我们脊椎整条拉长，然后想象有人把你吊起来。好，所以大家可以用用这样的方法。今天方法真的很多哎，像那个《鬼灭之刃》不是讲哦什么水之呼吸、火之呼吸？我们今天黄医师要告诉大家，舌头的舌，舌之呼吸。保养颈椎哈，有一个内功，一个外功哈，而且今天非常有趣。我想就延伸那个王医师跟易馨的那个刚刚教的这些动作，好，先教内功好了。舌之呼吸的基础其实跟刚刚王医师与易馨讲的很接近哈，就是刚刚讲的站姿，然后要挺立屁股用力哈。但重点是在于我们的舌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电视墙，舌头呢，你看那一整条的肌肉，对，一的筋膜一直是往下到我们的脚底。中间在舌头肺脏之间，其实就是颈椎前面的这些筋膜。这里是的，所以说锻炼我们的舌头，其实可以去拉伸到我们的颈椎哦。哈，那锻炼的方式是这样，它不是舌尖，是舌根啊。舌根其实大家很少去锻炼到哈，是在比较后面的地方。如果感受不到的人，可以拿一个小汤匙拨后面，或者是嚼个口香糖，把口香糖放在舌头边后的地方，然后舌之呼吸就是你想办法把舌根的那个口香糖压扁。啊，用舌头压扁，舌根去顶上颚，把它压扁吗？是的，不只是舌尖是靠门牙的地方，舌根靠咽喉的地方。那你口香糖放后面一点，想办法压扁它。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压扁？我们可以从外面去看哈，就是在我们的下颌的这个地方，口腔底的肌肉，一般来讲我们都软软的啊，甚至就很像我们的那个大拇指搭食指鱼际的这个松度。如果我们舌根用力用的是对的。你摸到它这个硬度，摸起来是硬的，是硬的，而且最好至少要多硬呢？啊，最少有大拇指搭中指的这个鱼际硬度，越硬越好。有的人会发现左右两边硬度不一样，那其实是我们筋膜的一个偏差。好，在这个状态下，颈椎就好像从里面去做拉脖子的那种动作，而且呼吸也会变深，这是内功。那我们在做的时候，的确像王医师讲的，可能我们一开始做，因为肩膀好像越耸越紧，这时候其实对颈椎好像不太好嘛。我会建议大家不如直接就双手托天理三焦，对对，托天理三焦，直接把手伸起来啊，耸就耸了呗啊，这样对颈椎反而就 release 了啊。那第二外功的部分是我们拿手机多，手部的筋膜呢，其实拉住我们的颈部的是非常多的啊。那这时候怎么办？我觉得观众朋友可以看看哈，来，有谁多少人可以像我这样子？怎么了？我们呢，手张开，手心朝前时，胸口也朝前时，哎。你的手肘心是朝哪里的？哎，我是朝上的。对，像凯云的话，手肘心就有点朝上。是，他无法做到三心同面，就是我们的心脏、肘心跟掌心。哦，这个时候就通常代表我们手机可能用太多，或家事又做得太辛苦了啊。手的筋膜已经所产生了一些扭转，它一定会一路扭转到我们的颈椎，这时候颈部的压力就会变大。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两只手可以对着镜子，或者是你找朋友帮你看一下。尽可能把你的手调到三心同面，尽可能调，所以其实这里要用力，我的感觉是你可能手肘要往前翻点，对，再往手腕再往后翻，有时候觉得很紧哦。好，对，我们再把手腕往后翻，是，其实会发现不太容易。对，可是你看我现在做了几次之后，有没有现在比较对往前了耶？刚刚是这样，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练练看，它会越做越松。在这个状态之下时，你也可以像刚刚易馨说的，我们垫脚尖夹屁股，然后深呼吸，然后配合舌之呼吸的内功，用你的横膈膜把你的手臂筋膜把它摊正摊平，
这时候你就会哎，好像越来越容易瘫症了，脖子其实轻松了，很明显。好，我有很多患者，他可能说他要开车没办法，落枕没办法动，搭配十字呼吸而已，哎，竟然开车就安全了，可以转头看，然后手像瘫一瘫之后那种。电脑桌前的上班族，哇，脖子轻松好多。没错，好，这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一定要让脖子这一块放松下来。等一下还有很多好方法，包括我们国医师要教大家的健走杖，马上回来。关注的新闻哦，李明一他的颈椎椎间盘换了四节，花了110万。哎，结果他后来有点不开心哦，原因是因为12月1号开始换的话，其实可以补这个，等于说健保可以帮忙付一片23万元这样子的费用。所以我想请主任也带我们了解一下在治疗层面。治疗层面的话，并不是说我们看了这个新闻，就大家去到门诊就。因为跟医生说我要换人工椎间盘，这不是的哦，因为大部分的我们的颈椎的症候群，我们就是要区分是肌肉型、神经根型或脊椎型，那还要看是不是因为椎间盘突出哦，我们椎间盘突出造成后面的神经压迫，这时候才需要考虑去处理椎间盘的问题。那但是90%的一开始刚发生这个神经受压迫的病人，他其实可以在3个月内透过物理治疗，做过复健。透过药物，或者是透过这个局部的注射一些抗发炎的药物到我们神经根附近，就可以改善它的症状，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换人工椎间盘的。而且人工椎间盘它换的时候还有一些适应症，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后面这个面关节不能坏掉，周边的这个韧带不能够退化，会造成神经压迫。不然你只有换我们的椎间盘，后面还是会痛，旁边还是会压迫，所以它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哈。对啊，除了我们换人工椎间盘哦，它的主要的用意就是说，以往我们没有人工椎间盘的时候是放一个我们的脊椎支架，它是放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把上面一节跟下面一节的脊椎给它粘在一起。但这个好处是说，它就再也不会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了。当然，它也可以把我们的神经孔的高度撑开，但它的缺点就是这一节都不能动了。所以等于低头或仰头，可能有个地方会卡卡的，就是会没有像它，就我们有这个。总共有6节的这个我们的脊椎可以活动嘛，相互可以活动，但是这一节固定之后它不能活动了，就是要靠上面跟下面。那缺点是上面跟下面就会压力比较大，容易退化。对啊，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发明了这个人工的椎间盘，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哦，它其实是一个可以活动的。那设计有很多种哦，它是可以活动的，它可以往前，可以往前往后。然后再可以旋转哈，所以呢，它刚好可以就从我们的这椎间盘拿掉之后，做椎间盘切除手术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它就可以到我们的颈椎里面了哈，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个可以活动、可以转动的一个情形。那在实际的病人上面哦，这个是它会跟我们上下的这个骨头会是固定在一起的，那它是靠中间这个圆盘或是我们的垫片哦，它就可以产生一个往前。往后的一个活动，那模拟我们的椎间盘的活动的，所以不是说每一个脖子痛吼，手会麻的病人都是到了诊间都是要换人工关节，这不是的哦，他还是要循序渐进的治疗，因为。天然的还是最好的，天然的雄厚，所以真的大家要好好保健自己的脖子哦。那么其实黄医师告诉我说，我们的椎间盘居然跟我们讲肠道菌虫有一些关系。哇，这是最新的一个研究，它也成。重点就是说，我们以为椎间盘以前都是无菌的，但去年发现，椎间盘它跟我们肠道还有皮肤一样，它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菌相菌虫的。因为其实我以前在很多人都有一个疑惑，就是说椎间盘其实是很强韧的、很硬的，它为什么会被我们的体重啊，或者是我们这些受伤使用，它就会变形突出？有没有可能性是它在形变之前就有一个质变？那在去年这个研究有暗示，但它是后面还没有证实跟肠道之间的关联。可是突出的那个椎间盘，它其实一些菌相改变，而且发现它的绿脓杆菌的那个比例是特别高的。绿脓杆菌是什么？我们皮肤啊或痘痘啊那种发炎的发脓，很臭的那一种腐烂性的那种菌，有可能说这种菌相改变有让椎间盘是不是先有些坏掉了以后，它才开始强度就变化。所以其实后面也在正在研究中，有没有可能肠道的保健
会保健我们的那个椎间盘。那目前来讲，自然医学中对于各自发现跟椎间盘有关的绿脓杆菌跟大蒜的那个保健是有关系的，所以吃大蒜可以有帮助，有可能有可以保健，因为平常这样吃其实也没有影响。好，那我们当然要请郭医师来教大家。哎，现在大家家里头如果有两根的话，通通拿出来喽。扫把或是这个拖把都可以用哈。只要安全就可以，下面有防滑就可以。好，这个现在要教大家，刚刚讲那么多啊，哦，哇，这个花了100万了，我现在要教大家省100万的方法，赚100万的方法，太棒了，用两根棍子就可以赚100万了。哦，好，首先呢，我们箭头杖拿出来，手往前伸，哦，一个底面积比较大，好，然后我们来做刚才讲的踮脚尖的动作。踮脚尖。对，踮脚尖起来的时候呢，记得屁股要夹哦，屁股用一夹。哦，屁股一夹，骨盆就回正了。哦，对，但是屁股一夹，肚子会跑出来。哎呀，要缩回来，要缩小腹，缩小腹，缩小腹，然后手要往下用力撑。OK， 让整个身体给挺更高，这就是差异了。像因为我现在这个棍子都分给大家，我没得用。你看到这样就撑不太高，上半身就没有效果了，对不对 ？OK， 对，好，再讲一个更厉害的，来看一下哈。我们这样子哈，刚才是拿前面，对不对？现在拿斜斜的往后一点哈。然后我们起来的时候，踮脚尖起来的时候，手往后一拉。哇，扩胸的感觉哦！扩胸的感觉很棒哦，而且呢，扩胸之外哈，我们下巴要往回收，哦，顶天立地，顶天立地，还要记得哈，起来之后你这个往下撑的力量的时候，会把上半身给拉高起来，对不对？脊椎的压力就减少了，对不对？而且不会跌倒，哦，啊，记得哈，拉起来的时候哈，如果说你会耸肩的话，那表示可能位置太高了，对，手稍微拉下来一点，我们拉回来的时候，哎。肩膀也往后往下，哎，这对家里头高年级生很好用，因为不怕跌倒，不怕跌倒，因为就已经四脚啊，很稳定。对，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玩具啊，一个辅具啊，就可以帮你省100万，哎，不止100万了，200万了。而且呢，不要用家里的雨伞了。我刚问了郭医师，哎，雨伞太矮了，所以要找这种比较长的，对，要长一点的。好，那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更好玩了哈，因为这个肩颈的落枕啊，哈，常常都是因为。紧绷太久，所以我们要给它活络起来。好，来，我们来试试看，试试看，有点弓箭步，弓箭步，哈，弓箭步，这个长辈都可以用哦，怕跌倒，后脚跟稍微抬起来一点，啊，那再醒觉醒觉，哈，哎，好像用四只脚在走路一样，对不对？哎，这样就开始在运动了，有没有？再加上肩颈的，再加上肩颈的动作，是，一二一二一二，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换脚。来，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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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郭医师在，好欢乐，我们的郭大侠。白云悠悠，阳光柔柔，青山绿水一片锦绣。这样好玩，对不对？好玩，更好玩的哦！再来，更好玩的。注意哦，再换脚，再换脚，后脚跟抬起来哦。嗯，这时候我们上半身要挺直，好，保持核心的力量不动，然后手要很快的摆动。哎呦，预备10秒钟，预备开始。10、9、8、7，哎，我觉得这里小朋友都很喜欢。3、2、1，换脚，换脚。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动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核心变得比较有力，是不是？有力气。所以在家里也要这样。对对对，而且会记得上半身要挺起来。对，我可以练心肺。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心肺的一个功能训练。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嘞。看一看。看电视这样做很棒，真的，你可以做1000下哦。太好了，今天郭医师教我们的很多好方法，还有大家都提供了很棒的方式，希望大家可以保护颈椎，越来越健康了。下次见，拜拜，拜拜。喜欢健康2.0吗？一定是非常喜欢吧。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0的 YouTube 上面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讯息，你就可以接收到喽。